心情才会感受万物的好。言语是会予人受伤，无私奉献才有感动，万世流芳。才有地梯顶飞，伊在水底想，你那面悠悠，就看袂着湖海的模样。天茫做，地茫做，咱选择快乐。有时眼睛的往事好，过一步就甲成功欢喜相逢。天茫做，人茫做，咱选择善良的路。有时背后的苦不是苦，坚强的力量送乎家己。天茫做，人茫做，咱选择善良的路。有时背后的苦不是苦，坚强的力量送乎家己。天做自做。有考条无啊？有啊，有啦。哦，考了好。虽然这摆经过总算我考到一间学校，也毋过因为是一间真普通的学校，又果是私立的，我一点仔拢无满意，更加唔愿意让爸为我负担这么重的学费，所以我决定要提早去做兵。只是我无想到，我的运气这么好。一抽签，竟然我抽到外岛。一个花遐尔怨叹，一心想要逃避的家，竟然真正要甲我离个远远远。一片无边的大海，有我对故乡上深的思念，甲上无奈的感慨。爸，收信平安，还有妈、大姐、朋友，甲厝内底其他人。唔知影即马大家拢好无？我即马踮连妈祖做兵，所有一切拢真好，所以请恁大家唔免为我挂心。天总，下新杯哦！文斌是你哦、喔，你妈在甲我创治好无啦？真是妈祖是海边啊咧，啥物时阵哦，有啥物人锁起来拢唔知影，趁着你头拄安尼哦，真让你惊着。歹势啦，阿祖啦哦，落去灶骹看到包啊，先摕来互你食，莫生气啊，来。多谢你啦，啊这啊。啊不过讲实在哦，若是要食你一个包啊，爱互你吓惊到安尼哦，我看以后这种包啊，我也是莫食。吼吼，跟你讲耍笑的，你搁这无胆呢？嗯，你用讲的较轻松啦，迄警戒室哦，你来过看卖啊，看你会紧张未？我这新鲜滴咧，一个人顾伫咧遮，顾家己的房间。一定足自由的。你爱讲一件啦，我一人过遮哦，是有较侪时间通看册啦。啊，我希望哦，退伍了会当考到大学，完成阮爸的心愿。我看哦，唔呐有时间看册啦，佫有时间写真批。来，我来看你写啥。哦，够无聊的你。啊，你叫是讲我有遮侪批通写，我佫再安怎写哦？敢若会当写阮爸呢？安尼你的日子也足无聊的。啊，我摕我今仔日收到的批，互你看啦。你看，有济无？我朋友哦，知影我来外岛做兵啦，拢足久人甲我写批啦。啊，亲像你，一张拢无的。我就拄仔写互阮爸，我真正毋知影要写啥。啊，啥拢会当写啊？咱哦来外岛做兵。逐天操练，心情会足有准诶。啊，一个月哦，台湾遐才来两班船尔。啊，我上喜欢的时阵哦，就是收着遮个批，安尼心情就足好诶啊，对无？啊，
有一挂吼，足久无联络的朋友啊，拢是靠做兵的时阵开始写批，啊，才会搁联络的咩？哎，就亲像这啊，我初中的同学，足久无联络啊，自我做兵开始吼，就开始写批，一直到即马。搁有这啊，我上好的朋友，嘛直直写批来啊。哦，搁有一张我上喜欢的，我的客小妹嘛直直写来。原来你搁有客小妹哦？哎呀，啊，就住厝边的咩？自细汉哦，做伙生到大个啦，知影我伫外岛做兵，搁知影写批来，足用心。哦，实在足感谢的啊！遮个批，安尼心情就足好个啊！啊，有一挂吼，足久无联络的朋友啊，拢是靠做兵的时阵开始写批，啊，才会搁联络的咩？红酒，真久无看。自从你去台北读书了后，咱就失去联络。唔知影你即马过得好无？嘛唔知影你即马是伫倒位。所以，我敢若会当写一张批寄去恁家，希望你会当收到我这份关心。美冠，有人伫无？我过来一下。加啦。美冠，你若知我今日一个作文书就寄出来啊！我远远一看到你，我就替你穿好啊！哦，想袂到恁即马这间店服务才周到哦！看袂出哦，你家己有这么厉害呢？人讲吼，哎哦，若娶到一个好某哦，较赢三个天工作，这句话哦，真正讲了无唔对啦！遐个哦，谁若娶到你哦，做好命的啦！我来讲哦，你这间店哦，是有你咧讲哦，生意哦才特别好哦。你吼，唔通看到迄个，迄外口行来行去，遐少年仔吼，迄礼拜吼要甲伊买物件吼，迄拢甲伊骗的啦。伊是吼要借口吼，哼，甲你开讲的啦。所以吼，你千万吼，唔通甲遐少年仔交男朋友，你知影无？好啊，你还阁要买啥物件无？你紧讲讲的。我才甲你讲无两句话呢，你着要甲我介绍哦。你着要才紧赶我走。无啦，啊，真正我楼顶还阁伫咧煮菜，我惊若阁甲你讲落去，菜臭味大啦。哎，丽冠，你莫假啊！其实你才想要甲我讲话对无？妈，你进来啦，有人去买物件，你得替伊介绍啦，吼。哎，丽冠，丽冠，唔免啦，免叫你妈啦，你甲我记得好啊，吼。阿叔，你若是买好啊，安尼当初是二十块啦。哦，好啦，二十块。消啦，吴英叫过来。啊，好。谢谢。哦，真配合。嘿，我听下看，看你在写啥。你莫跳啦，这不是你的批，你莫有白跳啦。哦，啊，我莫跳嘛会用的啊。那呢，你笑一下看麦。安尼唔才对哦，你看，你笑起偌水嘞，欢迎你啦，慢慢看，我明仔载去啦，吼。丽冠啊，你口罩在叫我？不是啦，啊，拄仔都是足无聊，查甫囡仔来买物件，啊，伊伫咧甲我乱啊。哦，你已经大汉啦啦，佮生了水，若有查甫囡仔来叫，迄正常个啦。是讲吼，来者是客啦，
咱莫甲伊讲伤济，好好甲伊做生理，嘛莫甲人挂哦哈。我知影啦。嗯。妈，这有两张被是爸爸的呢。哦。啊，有一张被是阿兄的。哦。这顶头的字哦，写得足水的，是为妈做寄来哦。哦。应该是恁阿兄朋友哦，伫咧做兵，对军中下来的啦。啊，甲恁阿兄哦，差不多年纪，查甫囡仔，无考条大学，即摆拢应该伫咧做兵啊啦。无你甲小凯等伊放假转来才摕予伊啊。好啊。树华，哎，啊，你讲哦，你要写予天佐遐个批啊，啊，寄袂哈？即马咧写啦，安怎啦？哦，安尼拄好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有传真哦，天佐爱食土豆啦，啊，菜包啦，菜粽啦，甲一寡水果啦。啊，你小等要寄批时阵吼，甲遮个物件做伙寄下去哈。秀兰啊，天佐哦是去马祖做兵呢，你是甲当作伊去啊咧咧开餐厅，还是去做总铺啊？啊！你寄遐尼侪食的物件，你是唔惊哦？天灾连长找伊麻烦哦。嘿，哎呦，啊！我寄物件给阮寄食，有啥物唔对啦？嘿，我是听人讲哦，伫遐外岛做兵足辛苦的呢。啊，要食吼，啊嘛无啥物好物件通好食，啊嘛无够营养。我唔只想讲吼，啊寄遐物件好食，啊加减个补一个啊。哎呦，打去妈祖遐吼，迄两礼拜才一帮船啦，啊！但你食的物件吼，啊你寄遐到地哦，迄拢食的呢。到时拢歹去，直接就沉落海啊！哎呦，啊，这水也袂用的，啊，火也袂用的，啊，我若想着讲哦，啊，宝贝啊，寄天主啊，伫咧妈祖咧做兵，我安尼，逐工拢烦恼，我睏袂去啦。人讲哦，妈祖迄个所在，我安尼啊危险的呢，迄有当时啊吼，迄水龟啊往海边啊扫起来，会无命呢。啊，当伊人这么多，又伫遐咧做兵啊，啊，你想想遐侪有啥物路用啦？你加操烦的，莫想遐济啦，慢慢啊等。哎呦，啊，伊伫遐尔危险的所在，我哪有可能袂烦恼啊？慢慢啊等呐。树木啊，我看吼，咱是不是赶紧安排一下啊？来个面会哈。啊，妈祖的什么所在？迄阵地呢？要来当面会啦？遐不是纯台湾啊？你啊，话题都去哦，你想想济哦你。哎呦，我都想惊嘛。哎，我着想着讲，啊，过年我拢看袂着伊，啊，唔知伊是食好啊，食歹，啊，传物件要食，啊，你也嫌我唔对。你是甲天主当作啥？伊怎顾的哦？你囡仔人哦，去做兵哦，就是爱食一下苦嘞，啊，啊，别人安怎过，啊，伊就安怎过，对不？你囡仔人就是爱食一寡苦，哦，啊，唔则变作大汉，你放心啦。啊，但伊即摆到底是过了安怎？啊，我也看袂着，我是变哪放心？哎，你也相信你家己后生啦。当天主阿未做兵进前，伊嘛是一人伫咧台中咧生活，伊足独立的啦。当咧自细汉吼，伫咱这庄仔内吼，不管是做工课啦，是读册啦，啊，伊伫这吼嘛反应真好啊。哎呦，恁后生无遮软弱啦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你保证啦。等伊若退伍以后吼，伊绝对是足强壮的查甫囝啦。我都惊啦，惊讲吼，伊伫遮尼啊危险的所在，会有性命危险啦。树木啊，你哦下坡的时阵吼，你都要甲交代啦吼，啊，甲讲吼，伫遐咧训练的时阵啊，啊，迄动作吼做较细力咧，唔通做甲遐尔啊大力，较袂受伤啦。啊，佫有啦，啊，若看到水龟啊时阵哦，爱紧避开啦，唔则袂无命。啊，当我甲你讲几波，你唔着紧死啊？啊，你安尼吼，才十念啦，啊，啰啰嗦嗦讲啊一堆遮多吼，啊，一点仔重点都无，爱写你家己写。哎，啊，我哪样写，那就叫你写啦。哎，我唔管啦。你就爱甲我写，啊写在张医生才会用的。嗯，啊无你规天哦写册啦，啊我咧印作几本哦，寄去天主看了。哎，哪安尼啦？哎，唔爱安尼啦，拜托一个啦，写一个啦，吼。不会啦。唔爱安尼啦，高兴一个啦，写一个啦，吼。嗯，甲你写啦，莫不啰嗦啦。好啦好啦，紧写啦吼。哎，天佐，天佐，天佐，有你的批啦！谢谢，嗯，多谢你啊。哎，你紧看，刚是水姑娘下来。不是啦，阮爸写我的。哦，原来是厝内写的。你倒倒看，我来看我拍几批。
天主，收批平安，厝内一切拢真好，唔免挂念。伫外岛做兵，就要好好啊保重家己，把吃苦当作是磨练，凡事小心，平安就好。哈哈，哦，足闲的啦。妹，哎、欸，啊，你的朋友还佫有客小妹，每一摆拢会来回陪啊。嗯，因知影哦，我伫咧外岛做兵会无聊啦，拢写台湾吼厝边代志互我听，哦，大家我拢看啊足欢喜。奇怪，谁让我写批给洪州，那拢无搞回啊？嗯，食来食去，你也靠食啊济菜，也是咱内关煮了上好食。若爱食，加食寡啦。住伫台北，这么久才转来一遍，厝里弟弟妹妹哦，叫要甲你袂记。我遮袂咧，我嘛袂啊，过遮了学册，爸拢嘛叫我爱甲过同款，所以阮绝对袂甲过放袂记啊。是啊，你看丽玲即摆才高中二年，爸就叫伊去补习准备考大学，讲吼伊的成绩一定爱甲过同款，遐尔好。啊即摆吼，大家拢伫个，也若无地当去一张全家福啊。林爸，就是上疼你这个大囝。一直问讲哦，你当时要转来，讲要甲你去一粒烟仔咧，互你回温啦。哦，逐天摕迄粒烟仔安尼，你细细念。你讲我听红酒，啊，你敢就无听？每一届红酒也是出门哦，去台北了，伊就开始哦，替伊咧穿新衫啦。啊，等伊转来的时，准备要摕互伊啦。我看哦，你真是上疼后生啦。妈。唔，莫阁替我穿新衫啦！啊，我遐旧衫阁较济，穿都穿袂起，莫阁买新个啦。哎呦，迄拢家己厝里在买，哪有要紧啦？互你穿较好个，敢有好？啊，伫要互你个衫吼，我规包拢款好势啊，你着全部拢扎当台北着对啦。好啦，妈，我知影这是你个爱心啦，我一定会扎。嗯。哥，你敢知影？妈替你包好的衫哦，有一半拢是我拣的哦。哦，即摆会笑啊吼！啊，若是有十波囡仔，你带你开，你着面傲面臭。啊，即摆规家伙啊做伙食饭，你着笑眯眯。哥，你莫讲笑啦。嗯，我讲的是事实啊。今仔日我才看到一个哦。爸，你莫故意啦，故意讲笑。我哪有跟你笑啦？查甫囡仔大汉吼，有查甫囡仔追求，即个表示讲啊，你生了水，啊，人缘阁好啊。我才袂咧，啊，假使吼，恁大家若是拢笑我，以后我都袂固定。哦，恁看恁呐，丽娟这么乖，甲我斗固定，阁甲笑，啊，笑到伊吼无爱顾，换恁来顾。袂啦，丽娟袂生气啦。丽娟吼，为着顾咱这间店，本来是考掉高中啊，即摆吼改头变工作。这么乖巧的查某囡仔吼，阿爸吼甲阿兄听你都袂服啊，来甲你笑。是啦，丽娟，你着卖生气啊啦。哥知影你即摆实在真困了啊。你则唔知影嘞。现在哦，这种人就是愈来愈多啊啦，丽娟大汉啦，我逐天哦，拢有查甫囡仔来店面安尼探一下，探一下。嗯，妈，这都要怪你哦，谁叫你带丽娟生到这么水？哎，我嘛甲你生到这烟斗呢。我嘛有一半功劳嘞。对啦，有你面皮一半厚啦，胖胖哦，拢袂晓歹势。哈哈哈！阿兄，
张你的批，是为妈祖寄来。妈祖寄来？哎呦，为啥是妈祖寄来呢？哎，这你看起来哪面色啊？啊，哈哈，是天祖寄来的啦。天祖。是啊，你还阁会记得无？我读高中的时阵，有带我台中的朋友来厝的，还阁有去果子园佚佗，迄个伊天祖啊。我来咱兜佚佗过，倒一个啊？哎呀，就是回去了后，有马上写一张明信片，甲爸甲妈说多谢迄个啊，就是甲我感情上好的迄个啦，你会记得无？是的啦，啊，你不要紧吗？不要紧啊。我想起来啦，是不是迄个你嘛捌去因兜考第四音乐堂哦？对啦对啦，就是伊啦。伊写的这字我嘛认出来呢，无怪无怪这字写到遐尼啊水。伊是我熟悉的人内底写字上水的哦。哎呀，啊那安尼，你唔着赶紧写批给人。这张批寄来厝已经两礼拜啊，啊，不过你拢无转来，我想一定等你的批等啊足久的，你还是紧写批给人啦。回批哦，啊是讲我已经得要考试啊呢，还阁有真侪册爱读，我惊我也无时间回啦。袂用的啦，你还是紧写批给人。我捌听人伫咧讲吼，这做兵的时间真歹过。只有收到朋友写的批，才是上快乐的代志。已经予人等到遐尼啊久啊，你还是莫阁予人等啊。啊，不如安尼啦，丽冠，你替我回这张批啦。我替你回这张批，袂用的啦。你替我回这张批上适合啊。以前你捌看过伊，对伊还阁有印象，啊，你替我回批，就袂阁有等啊啦。啊，不过。关啊！你嘛知影各个情形，即马拢在台北读册，搁在外口租厝，收批无方便啊，也是互伊寄来厝会上安全啊。也是讲寄来厝会，就会像即个同款，搁拖几啊天，我才会收到。不如你就直接替我回批，啊，等我放假回来，再同我讲伊的代志，安尼毋是搁较方便？我刚刚见过一面，啊，我嘛毋是伊的朋友，啊，我替你写这批。敢会感觉怪怪啊？哎呦，袂啦，袂怪，你着当作是加交一个朋友嘛。啊，伊的册读真济，知影的代志嘛真济。你即马拄好毋是嘛有一挂困扰？遐个查甫囡仔要叫你的代志，你着直接问伊，伊一定嘛会真了解，嘛会当予你一挂意见啊。安尼伊会当收到批，你嘛会当加交一个朋友，安尼毋是真好？遐个外地做兵是真可怜的。你就算是做好心，替阿兄照顾一个老朋友嘛，好不？好啦，多谢你啦。来管啦，嗯，我要出来办个代志，啊，店里过一下哈。好。赵大兄，我是前洪州的小妹，叫简丽娟。伫三年前，你爸来过阮家，咱嘛见过一次面，不知你是不是还阁有印象？阮哥即马伫台北读册，
工作足无闲的，我无定定转来。伊烦恼会耽误着写批给你的时间，所以请我代替伊来回批给你，希望你唔通见怪。天佐，你同学是写啥给你啊？看到这么欢喜，哦，搁讲我笑。不是阮同学写的，是阮同学小妹写给我的。哦，你搁有骗小妹哦？真正给你骗去，搁讲你无女朋友。我无甲你骗，真正是阮同学小妹写给我的啦。啊，而且哦，我甲伊敢见过一摆面尔，想袂到这么多年啊，伊竟然搁会记得我。迄个时阵哦，伊才读高中啊，尔咧，即马已经读高中的夜间部啊。哦，安尼是半工半读哦。唔是啦，伊是因为你是哦爱替因妈照顾百货行，所以才去读夜间部的啦。哦，听起来是一个真乖的查某囡仔呢，会当叫哦。你嘛拜托咧，你哪会规头壳哦拢咧想安怎虐查某囡仔？伊是阮同学的小妹，啊，伊肯写批给我哦，我嘛是甲当作哦家己小妹同款。袂去加想啦。歹讲哦，奥迪卡哦，人对你的印象真好，够意思。什么印象？你莫有白讲。那呢，我问你，较早你看到伊的时阵，对伊的印象安怎？那有啥物印象啦？伊当阵哦，还佫细汉，才读高中啊，尔呢。高中又佫安怎啦？我甲你讲哦，查甫囡仔啊，自细汉也是对你有印象，安尼大汉了吼。一定足介意你的啦！是你莫阁胡白讲啊！我即马人咧外岛做兵，有人愿意甲我交朋友，肯写批给我，我就足欢喜啊！再讲啦，是毋是有后一张批哦？我唔知影。安尼你著继续写，叫伊继续回嘛。我会啦，也毋过哦，伊是毋是愿意继续写给我，我嘛无迄个资格甲要求啊。毕竟这是伊替因哥哥写给我的，啊，讲起来哦，算是一种礼貌啦。我嘛唔敢计想啦。你莫这尼啊悲观好无？人因梦想而伟大呢。阿官，袂唔对啦。好啦好啦，等有阿叔回来时阵再来讲。李官你好，收到你写给我的批，真正我惊一跳。心肝内有几分的欢喜，更加有几分受宠若惊的幸运。我踮伫妈祖的生活阁真特别，因为我是伫管理军械，所以家己有一间单独的房间。勤务毋是讲介多，所以时间嘛变了较自由，就用安尼，我读了真侪册。这嘛算是有失有得，有苦有乐。李官，爸，什么代志？哦，你有交男朋友啊？伊写批给你啊？不是啦，是我帮阿兄写批给伊的朋友，阿兄朋友回批给我啦。你那兄的朋友，啊，你哪有熟识？啊，就是阿兄，伊伫咧台中一中，甲伊住同间宿舍的同学啊。啊，伊嘛捌来过咱兜的过境园的于天柱啊。于天柱，捌来过咱兜，是倒一个啊？就是迄个，伊一转去就随写一张明信片，给爸、跟妈、甲恁细多声迄个啊。我想到，我想到啊。迄个哦，真有礼貌呢，我对伊印象真深啦。阿姨跟阿兄搁有伫联络啊？伊伫外岛做兵，阿姨写批予阿兄，阿兄伫咧无闲，就叫我替伊写批予伊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迄个囡仔吼，袂歹哦。阿姨替阿兄回批，安尼嘛真好。嗯，安尼哪会对啊？查某囡仔哪会当家己写批予查甫的？啊，毋是家己的朋友啊？是啥讲袂用钱？唔是朋友，加写开场就变朋友啊！
丽冠当年烦恼吼，收一个查甫囡仔，得甲哥哥定呀啦。啊，即摆煞家己阁熟悉一个哦。迄嘛都爱看是啥物款的查甫囡仔，啊，若是红酒的朋友吼，放心啦。妈，我现在去楼顶煮饭啊。丽冠啊，丽冠。丽冠哦，目睭真金啦，我伊甲你去交朋友啦，没有问题啦。啊，我加问一下，敢有用？伊是洪州的朋友，批嘛是洪州叫丽冠写，你若要问吼，等洪州回来你再问伊。好啦好啦。伊佮意看册哦，伊佮意看册。恩总，恩总，恩总，好消息，大丰收哦！大丰收，什么大丰收啊？今仔日吼，全店你上亲啊！来，伊收到包裹。包裹，咱家寄来啊！哇，伊寄这么多给你哦！天佐大兄，我知影你真爱看册，如果无新的册通好买着，所以我就想要甲你斗三工，寄一寡册来互你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你同学的小妹对你真正足好个呢，我著讲嘛，伊一定是喜欢你个啊。无可能啦。啥拢无可能。因家的家庭气氛哦是这么和乐啦，每一个人看起来拢安尼快快乐乐。啊，不过阮家咧，啊，规天吵吵闹闹啦，啊，不时就会起冤家。亲像阮种家庭哦，什么人会介意，什么人有法度接受啦？这真歹讲哦。查甫囡仔吼，咧欣赏一个人的时阵哦，袂想遮济，计较遮济啦。就亲像哦，弄球筋迄个阿妹啊，伊一看到你吼，就杀着你啊。哦，伊阁袂差伊。真正是，甲你讲你唔歹信，你若是歹信哦，你会当试看卖。好啊好啊，卖阁讲着求经的代志好无？我今仔要来看册啊，你今日无闲，人阁等你的批，紧的，今日送过啊。哦。啊，你介意就介意啊，阁歹势啥？真正是。我嘛唔知影，我会这么幸运。本来我讲甲唔忙，丽冠会阁写批给我，想袂到伊竟然这么用心，阁会寄这个册给我看。敢讲，真正亲像文斌所讲的，伊真正对我阁有淡薄的好印象。是替洪州写批话尔，对我无其他意思啊！我袂当无白想，我绝对袂当无白想。谢谢你哦，明天过来，好，谢谢。你乖啦。哥，你回来啊？是啊，我伫门口拄到送批，有摕到你的批哦。为妈祖寄来，敢是天主写呀？哇！有迄届我叫你替我回批，已经过遐久啊，恁阁一直保持通批哦。是你家己讲，你要读书无时间回，叫我家己关心一下啊。是啦是啦，啊，人咧妈祖这边，咱是爱好好谈关心啦。啊，是讲你唔知影写批，代伊关心几届。哥。你想要倒位去啊啦？我是想讲吼，
你是不是去爱着伊啊？我才无嘞，我只是把伊当作是一位会当交朋友的哥哥同款。啊，有当时啊问伊一寡问题，有当时啊就加减把伊关心一下尔。你莫后白想啊。好啦好啦，阁是甲你讲算笑的。讲起来吼，我阁爱多谢你啦，啊多谢你对我这个朋友这么有心，互伊当做兵的时阵有人写批达关心啦。天祖是一个真值得交的朋友啦，看你会当保持同辈，我嘛真欢喜的。是啊，阿爷文笔哦确实真好，伊捌的学问嘛足济，大概我若睇伊的批吼，我家己嘛感觉足趣味。是啊，你才知影，伊的文章偌好写嘞。啊，你搁真爱看遐有诶无诶，恁两个个性会合啦。我赞成恁继续通批啦。只要伊莫像我这同学小妹哦，啰嗦搁加薄，万一搁写批给我，安尼吼，我就继续写。会啦会啦，伊早天早就常常同我讲，伊咧厝内拢无小妹，真希望有一个小妹会当甲伊讲话啦。啊，你著一直写批给伊。一定会甲你真有话讲啦。李官你好，所幸平安。收到你寄予我的册，真正让我感觉受宠若惊，也真大的感动。因为这的册拢是我上喜欢看，我读完了也真侪感想。不的确，咱也会当交换一下意见，也够想法。伫个房间是咧创啥？我伫咧看册啊，啊，因为下下要考试啊。是咧看册，还是咧看批啊？妈，我当然嘛伫咧看册啊，啊，迄批吼，历史我都已经看过啊，没哪有可能一直看啦。啊，看批看到这么认真啊，还说无？你老实跟妈说，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天祖啊？妈，无啦，我跟阿兄的朋友，阮真是真单纯在交朋友啦。啊，伊在外头做兵，啊，因厝内底嘛，敢若因爸会晓写字，不过足无闲的，久久才通批一届。啊，所以我毋才帮过写批予伊，家关心家鼓励。啊，想讲伊伫外岛做兵，啊，会当有人家鼓励关心，啊，嘛人陪伊开讲，就干那安尼尔。若是干那交朋友哦，互关心一下，我是袂反对啦。啊，毋过你爱较注意哦，你即摆才读高中尔呢，厝里工课遐尼啊多。我爱靠你斗三工，你若是即摆着伫咧外口交男朋友，互人拍拍去，阿嬷是要安怎？妈，我袂啦。那袂上好啦，我安尼管你吼，嘛是伫咧保护你啊。我知影啦。好啦，若要写紧写写的，毋通想我。嗯。妈晚安。嗯。妈，即马无反对我交朋友，啊，那安尼以后我若写批，我就免搁再安尼黄黄叶叶啦。天祖大兄你好，收到你的批，我知影你真喜欢我寄予你的册，我是足欢喜的。你的读后心得嘛写甲足有意思，我感觉收获很多。就安尼，每一工拢踮伫海边，算船仔要对台湾开过的日子。等待李官写批给我，
是我伫咧做兵这两年上快乐的心情。当然，还阁一摆阁一摆的欢喜。踮伫妈祖做兵这两年，等待的关系配合我的心情慢慢过去啊。我甲伊两人感觉，也为同学小妹、朋友慢慢的改变，感情越来越高，思念也越来越深啊。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你像梅花年年绿，看到泪光我甜蜜蜜。我，阿姨，拍摄啊，好，我改差点哈。美官啊，妈，什么代志？卖假呀啦！我知影你拢听着啊，妈，伊伫来闹我，我感觉足烦诶。我知，我叫伊卖唱啊。啊，伊讲讲啥？是啊，这张卡片讲要互你啊。我才不爱看嘞，那嘛是为情书大选潮来，我看了会气鬼不赔。啊，咱兜开店做生意，人定来交关嘛是人客啊。啊！你甲人做一下朋友，哪有要紧？妈，伊买物件，定定甲我讲一寡有诶无诶，我嘛是赶快甲伊招呼啊。只是讲，伊即马步数愈来愈侪，我真正是挡袂牢啊。我知影哦，顾店真辛苦啦，做生意是无简单，啥物款诶人客拢嘛有。啊！你即摆大汉啊。妈也知影讲要安怎应付，若不是因为咱厝内底吼开这间店，我对做生意根本就无兴趣。我希望吼，我以后会当安尼出去上班，安尼我就免阁学做生意啊。嗯，恁几个囡仔拢靠这间店饲大汉的，拢嘛生意囝，厝内头路就做袂了啊，阁去找啥物外口头路，莫想遐远啊啦。丽晶、丽玲、红国还阁细汉，还阁在读册啊。我阁需要你哦，做伙来哦，到过这间店啊。你个性唔通遐刁滴啦，着好好招呼人客，安尼知无？嗯，我知嘛。妈，阿姨走袂啊？走啊！我叫伊卖唱，偏啊懵懵着走。安尼，我来去楼下顾店啊。查某囡仔大汉，开始烦恼啊！乐观，乐观，我爱你，乐观。哎，唱完啦！哦哦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你讲我惊着啊？你知无？乐观，是的啦。我就想讲吼，哎，你对这条路一直行去吼，是要坐公车去校读册对无？我甲你载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坐车就好啊，唔免麻烦你，你免甲我载啦。无喏，免来麻烦，我一台是白马王子呢。人讲哦，这个香车配美女，像这种车哦，特别带这种美女的啦。啊，我逐工甲你载哦，嘛无问题啦。唔免啦，啊，我妈妈有规定，讲我袂用随便坐别人的车，所以我希望你会当遵照阮家的规定啦。是安尼哦，有规定哦，既然若有规定，我知你足乖啦，爱听你妈妈的话啦。还是讲，你妈妈哦，敢有规定讲，袂当甲人约会。那安尼哦，咱找一个时间哦，咱做出来佚佗、看电影，安尼好无？林俊兄，我知影你这个人真好，阿妈就爱甲我讲耍笑的，是一个袂歹朋友啦。什么卡袂歹尔？我这人哦，根本就是一级棒，像我这种哦，做男朋友上赞啦。我想有一寡话，我应该甲你讲互清楚，免得你误会啦。哦，我即马搁伫咧读册，我无可能去谈恋爱，更加无可能甲人出去约会啦。
免啦，无可能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定去恁店的。恁妈哦，150，你甲讲我哦，伊会放心的啦。这跟我妈妈一点仔关系嘛无，是我家己决定的啦。你看，我日时啊顾店，暗时啊顾太阳干部，我根本都无时间，更加无兴趣。啊，你来阮家买物件，就是阮家的人客，我一定会真客气甲你招呼。啊，假使你若想要约我出去，我想这应该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李官，你敢知影？你第一次跟我讲这些话，就是我心碎的时阵啊。太衰啦！哦，我知影。敢讲哦，你有男朋友啊，对不？无怪你对我这残忍啦。我无啦，你莫有白讲好不？无男朋友，无男朋友，来见我就对啦。太衰啦！我上课要卖布啊，我歹跟你讲啊。不是啦，李官，哎，我后头，我爱在啦，李官。免啦。明知是恋情艰苦，偏偏走入失恋路。浑浊的水需要平静，才能变得清澈透明。狂风暴雨要有信心。